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仔日的公司中道新闻，我是柯兴竹。新闻一开始，咱来看今仔日有啥物重要的新闻内容。消费券的安那分，目前有可能是明年正月十八号统一来去领，就像大家去领选票同款。中华二林国小有两张将近百岁的乌棒树破病打死，买错手啊！进前学校嘛举办追思会，全球的景气真歹，买气真差，这款的现象嘛出现在今年法国红酒的拍卖顶头。新闻一开始，咱们来关心这消费券到底是要安那分呢？即马行政院是有初步的定案啊，会亲像选举的时阵，大家来去领选票同款。但要明年的正月十八号，统一但要全国14000的投票数，大家来分。迄天若是无去领的民众，嘛会使去邮局来去领。不过，这拢是初步的想法尔哦。后礼拜要安那做，再确定。消费券发放的方式初步定案，比较着大选投票流程，伫全国设置14000外的发券所，由户政机关发出领取通知书，民众摕身份证甲印仔伫明年1月18号前往发券所领取消费券。当日无法度领的民众，必须要日后前往邮局来领，不过要负担手续费。对着这款的方式，向来协助投开票所布置的李长是认为，一天内底要所有里面领了有困难。像我的里里面就将近10000人，你在规定的时间一天也花不完，那要耽搁好几天了。这有话讲回来，就是太浪费人力。早上1到6人，下午是多少人到多少人，这样子不会乱啊，不会乱，比较人不会说都冲在一起啊，都挤在一起。如果1月18号当日无时间去领，就要后去邮局领。民众认为邮局通常人真多，而且爱搁给手续费不合理。尤其里面平常的人都人数很多了，啊，很拥挤了。那你假如说在活动中心的话，那会比较方便啦。既然消费刺激消费的话，应该是替民众考量啊，不应该再收这个笔钱。你给邮局也是要来拿座位费啊。嗯哼。啊，总是要这个成本总是要花，但是他却一次让全部这个国人都能够很快。能够方便就近就可以领到这笔消费券了。发券所如果比较投开票所中选会估计所需要的人力应该差不多，甚至更加少。不过布置的方式、保管消费券的方式拢无同款，所以目前发放消费券需要偌济人数经费，阁算未出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经济无景气，高雄市政府呢今日早起就举办了人才博览会，将近200个工作机会煞吸引了2000多人要来找头路。尤其是台北罗委会立刻上岗的专区，民众是排甲落落长，大家哦拢想讲有头路就好啊，甚至这薪水只有基本的工资17000多嘛无要紧。民众排队排真长，大家人拢真详细检查手内的资料敢有唔对，因为景气歹，头路歹找。公司这场救灾活动虽然提供将近200个头路，但是现场至少有2000多人正在抢头路，竞争非常的激烈。你要先知什么？看我们客户先懂，要从基层做起。尤其是智慧型整改的立即上工区，只要面试通过，第一马上确定有录取无。排队的人数更加是一直都没减过。如果说这个工作是符合自己的期待的话，当然如果立即就工作的话，我想是最好的。不因为套路歹找，求职的民众对薪水的期待都已经大大降低。有啊，多少都影响到啊，落差4-5千有吧。工作我薪水比较高哎，3万。那现在呢？现在只要基本薪资就好了。不管薪水偌济，看到失业率逐个月拢在增加，失业民众即马只希望会用伫过年进前有一份收入。记者王家川、明昭宽、高雄报道。